是我心口缠缠绵绵温暖的人间，爱却不可说的缘，是匆忙的遗憾中我还不完的亏欠，是风浪最离别，是繁华褪尽不胜忘却。一月八在剧里扮演的女检察官，精准锁定犯罪线索，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案件漩涡中全力以赴挖掘事实真相。近日一零热巴接受我们栏目专访，他认为演员塑造角色既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电影频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零热巴，公诉以检察机关打击新型网络犯罪为主题，讲述了高材生检察官安妮入职江城检察院后胆大心细守望正义的故事。你就这么相信我们这次来的天使老兵，在我们的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祖国。我在收到这个剧本之前，我对公诉人这份工作是完全不了解的，而且可能以前看的一些电影电视剧，它更多是一些律师啊法官这样的角色会比较多，所以我就觉得哎，没有试过，而且以前也没有了解过，我很想去了解，很有兴趣。除了题材吸引迪丽热巴，角色本身的性格特质也为他催生出创作的欲望。没事，只要没把我们讲死，我们就不会放弃。作为中国检察官，直面真相，维护司法正义。